景甜和许凯好甜呀，上次这么上头的磕 CP 还是景甜和张彬彬呢，感觉景甜和谁都好搭。这次和许凯搭档，两人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都特别般配，两人拍吻戏竟然还羞涩上了。你们可是专业的演员呀，许凯的耳朵好红，他害羞了。不过对面是景甜，能理解。景甜轻捏许凯的耳朵，两人在床上打打闹闹，哎呦喂。两人剧外采访，景甜一声哥哥直接给甜到心坎里去了，许凯的眼睛瞪得老大，甜懵了吧。如果我很高冷，我们身份换过来，你很幼稚的话，你一般会怎么撒娇叫我什么呢？徐老师，不是，那除了这个呢？凯哥，叠字的话你会怎么说？不会叠字。如果你叠字叫，还有呢？我知道他现在在给我挖坑呢。没有，如果我又比你大的话，你会怎么叫我？哥哥，哥哥，景甜的哥哥叫得好甜，两人的互动让人想磕 CP 的心蠢蠢欲动呀。